钱一锅辣椒啊！哦，大哥又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是不是你那里粉吃完了？吃完了。我的天哪，他天天一吃完就来了，薅我的羊毛。把他进货，滚进货。你大哥这是多少两啊？九两。九两啊？是的。都差不多干到一斤了哦。哦，是的。九两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你这是步步高升，肯定不是原地踏步走喽。是，主要是孙姐的螺蛳粉好吃，味道好。大哥，你老实说嘛，薅了阿姨多少箱螺蛳粉的？几百箱肯定是有了。几百箱啊？肯定是有了。几百箱螺蛳粉，阿姨几千块的哦。没事，他要吃的我尽给他吃，他薅一千箱都没问题。是孙姐的辣椒没有辣味的，加点辣椒来，有辣椒了加点辣椒来。孙姐的辣椒还没辣味啊？是啊，我这尝着都没有，来都没有辣味的呢。我这大哥还要加辣是吧？确定。哎呦，加，你看，哦，加一锅辣椒啊！是啊，就是一锅辣椒，你看，这么吓人啊！这下舒服了。哎，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吧？这下舒服了，这下舒服。没办法，一点都不夸张。今天不加冰了。有加一点，有要加一点，还要加冰吗？加了粉的话，这就会更加。还要冰火两重天是吗？是的 ，Q 弹一点是吧？Q 弹一点，好吃一点。来 ，OK。这个帅哥，楼八两的吃得几箱，十几箱，得十几箱，好像是几分钟吃完了，又多得两箱啊、哦。是的，十箱回去，现在又来个冰火两重天是九两哦，今天晚上来。哦，孙姐。我加了这么多的辣椒，你看这个粉是我可以得给多少粉给我？一次是九两的，得九箱。嗯，九箱的话加辣椒都送两箱，是十一箱。十一箱是吧？是的。好的，好的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哦哟！我的天哪！这是专业的，厉害厉害厉害！真的是。这真的是满满一大盘哦。对啊。厉害厉害，来加了还加了一锅辣椒，哎，这个不是号称河北辣王吗？就是他呀。哦，就是这个又能吃辣又吃得多的那个是吧？对，上次不是八两了，这次是九两吗？看他吃的津津有味的，我都流口水了。嗯，那等一下你去吧，我请你吃一碗。好的，这么好啊，这阿姨。浪费。不好吗？这个实力杠杠的，照他这个吃法，三都要吃崩了。没事，只要他有这个实力，都不成问题。大哥饱了？啊？吃饱没有？三分饱而已，现在。三分饱啊？吃了一半了，才是三分饱。厉害。两分多钟，三分钟了。哎，这大哥估计真的能干到一斤。不是真的难，是非常的难。你看。应该两斤也问题不大吧？两斤不敢讲，一斤半可能。一斤跟两斤不就差一斤吗？要是一斤半的话，两斤的话，我要换大盘子加的。没事，可以多给一个，两盘。多给一个盘子哦。嗯。两个盘子加这里。辣吗，大哥？辣是不辣，主要是天气热出汗。吃辣椒不出汗才怪哦。这个大哥又能吃辣又吃得多，那再来这么几个，那不亏死了，阿姨。没事啊，再来几个，每天晚上这么热闹，那不好吗？阿姨，现在嘛，河北这个大哥他回到他们村里面，如果想吃你这螺蛳粉的话，去哪里买？去我们直播间去买呀。还有活动吗？过六幺八了哦。现在还有，因为好多粉丝往往我们没有得到，现在我们还继续。给所有的宝宝们粉丝们还有活动，继续去下单吧啊。怎么卖啊？39.98包六包送三包，一起九包。这个是618活动送给所有的粉丝宝宝们的福利的。一起九包去啊？是啊，因为很多宝宝们和粉丝们在618没有那个买到，所以要求我们都延长返偿给他们，所以现在已经返偿了1000箱，你们尽快去下单哦，不要错过机会，再没有几个618了啊。那不是才5块钱一包吗？对呀、啊。哦哟，这么划算啊。是的。你这个袋装的时候，你这里面的味道是一样的吗？肯定啦、啊、是一样的呀，不是一样，我卖的618已经卖完了，还有很多粉丝还有想要，他说他买不到，所以我们返偿，现在1000箱过去给所有的粉丝宝宝们去买。哦，最后1000箱是吗？对，
那要是买的不好吃怎么办？不好吃你就退我的六包。哦，就是还可以43包啊。对。那这个活动划算哦。是划算呀，就是送给你们的粉丝的福利。大哥，这老太婆那螺蛳粉好，到底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确实好吃呢。你说是不是说实话的？当然说实话。那不是，他不是说实话，现在一盆9两的他都差不多搞定了，你看是不是实话咯？厉害厉害。他没有这个实力他就不敢来挑战，他就是有这个实力他才敢来挑战。主要是你螺蛳粉好吃，所以这大哥才能吃这么多。是啊，也要合他的口味啊，不合他的口味也没办法呀，他也不会来，一吃完粉他又过来挑战啦、啊。看一下全网有哪个粉丝厉害的可以过来挑战哦。是啊，欢迎所有的宝宝们和粉丝们，哪个有这个能力的话，欢迎你们踊跃参加啊！先把这个河北大哥给 PK 下去。是的。人家准备吃完了。哦哟。还有啊？没有了。9两，吃了9分钟，一分钟1两哦。帅哥，恭喜你9分07秒挑战成功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哇，下次还敢来吗？敢。敢来是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好的。大哥，你吃了9两螺蛳粉，肚子没变化呢？主要是螺蛳粉好吃，况且螺蛳粉不太占地方，所以吃得下。哦，占地方。你看他这个肚子像不像快要生你了？那下次来1斤了哦。没事，下次来就是1斤喽。下次来1斤。还敢来吗？敢。好的，一定来。欢迎这个河北的大哥，下次继续来挑战1斤。好的，我一定来。好的，目前这河北大哥是第一名啊。是啊，感谢师姐。不客气，目前他是第一，还有谁能够比他还要强的话，欢迎你们来。